小姐，一个人啊。你哪来小姐？可能是因为咱两个有心电感应吧。我现在无心电跟你讲清楚。好啦，我爱跟你闹啊啦。是恁爸跟我讲哦，你即马可能等你火大，所以哦，我特别早灭火神器来给你。叮当！你买遐侪冰块创啥？你即马等你红火头啊，所以讲哦，我就买只其他冰哦来给你灭火啊。来，请用。我敢讲，我即马唔呐感觉生气，我阁有怨气。甚至我感觉就硬气，你叫我是讲这个情绪是一支假冰就会当解决。所以讲哦，这个世界上哦，无一支假冰无法度解决的代志啦。那是有，你要食两支嘛。你若是搁食无够，我过来去买啦。这唔就代志啦，明是阮爸，伊煞叫你来买。伊这人就是安尼啦，拄到代志，干那知影相骗。是恁妈蛋蛋拢无算什么？哎呀，查甫人就是较爱面子嘛，我搁再讲伊是时大，啊伊愿意甲面子放落来，甲时岁回失嘞，迄真无简单嘞。伊会叫我来哦，就表示讲伊知影家己做唔对代志啊。啊伊嘛知影哦，你即马踮要外口，伊会烦恼啊。不过我有这种代志，我一届就无法度完成。这我了解啦。也不过，你唔免为着别人的错误来听我家己啊，哦，家己无欢喜。你这个人的个性，就是太过认真，对家己太严格啦。我惊讲哦，你会参像像恁安尼病到太暗，早暗哦，你会断断气啦，肯定袂用的啦。行。要去倒位？我带你来去一个所在，把你的负能量哦，拢摆掉，安尼哦，你就会较欢喜啊啦。我是要去。你哪安尼讲啦？相信我一届好无？行啦，来去啦，行啦。哎。哎。哈哈哈！哎，较紧的啦，你上班了啦。油门较吹啦。我下班。哎。哦，快我甩尾啊！小乌龟要进来啦！我要进来！我要进来啊！哇！好好！啊！大家啊，今天怎么地都在讲哎，就舒压就松垮哎，对不对啊？车塞煞，袂输敢那打通任督二脉哎，规个精神哦，拢会放到真轻松呢。啊，不过哦，我唔捌驶过卡丁车，所以拄才一开始的时阵，我就惊互人笑。吼，你哪安尼想啦？爽就免歹势。其实哦，人生就是安尼啦。出事的时阵，家己一个人；离开的时阵嘛是啊。所以哦，卖个代志哦，拢看开遐尼重啦，心情放较轻松的日子哦，才有法度愈过愈快活。欸这嘛有只娃娃机哦，真久无耍啊！我试看卖好不好？嗯，好啊。嗯，好，已经开始啊。好，较倒边的，较倒边的，较头前，较头前的嘛。是啦。哎呀，唔是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较慢的，较慢的，较慢的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哎，时间根本袂赴啊啦。啊。好好好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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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这上你啦，多谢你。我阁有一件代志，想要请你斗相共。什么代志啊？你尽量讲，我做你做到到。以后我这条树林若是阁白甲想欢，得要转去，敢会当带我出来行行？
我当时会当亲像今日安尼，大家拢这尼啊欢喜，我就袂阁甲家己袂甲这尼啊安啦。好啊，无问题。安尼从即马开始哦，我会想出365种方法，互你大家拢欢喜啊。亚芳，你要创啥？我是想要去恁家找恁爸妈，伊有伫个无？我出来的时阵，伊搁伫个厝，啊，毋过阮家为着你，冤到要毙命啊！所以我嘛毋知影伊即摆是毋是还搁伫个厝。无得靠阮妈已经起家转去后头厝，无得靠阮爸去下港陪阿妈，所以我真正毋知影要怎回答你即。是的。你若是真正感觉歹势，就莫搁来找阮爸。阮家嘛毋是够介好呀，就算你搁来找阮爸，阮嘛无一个当搁借你。以后大家莫搁记。我是要来甲你回信的。你回信的上好的方法就是莫搁出现啊！你至少让我把话解释予清楚。我是因为阮前翁的债务，我无法度，我才来借钱的。我的前翁，伫阮查囡仔搁细汉的时阵。伊就去对方咧做生意，拄开始的时阵，伊还阁有赚着钱，嘛来来回回，常常倒转来。虽然阮全家伙啊，真趁得会当见面，也毋过过了嘛算讲真幸福。后来伊钱愈赚愈侪，倒来时间煞愈来愈少，最后甚至是拢无要倒转来，甲我用卡电话尔。结果，连卡电话拢无啊！我安尼讲，你应该知影发生什么代志。那呢，起码恁两个人，在阮查某囝满18岁迄一天，我就甲伊离婚。也毋过，我无让阮查某囝知影真正的原因是啥。因为我无希望伊忘记阮爸爸。自从我甲阮前翁离婚到今嘛，我拢无甲伊联络。我嘛是今年才知影讲，伊伫外口事业做了无好，人阁毋知走去底，结果煞留一大堆债务给我。所以你才来找阮爸借钱。我身躯边。所有亲戚朋友的钱拢已经去我借了了啊！我嘛是因为迄个债务才变甲走投无路，我才会来拜托恁爸爸。想袂到，煞甲恁惹遮尼大的麻烦。恁爸爸借我的钱，我阁毋知啥物时阵才有法度还。也毋过欠伊的钱真济，我阁有法度先还，会当让恁妈出气，我嘛好啊。你是把阮妈当作什么款的？你叫是讲伊这样无同情心，无法度体谅别人是吧？亚芳啊，莫安尼甲阿姊讲话啦。阮爸借你的钱，你摕去就摕去，我原本就无毋茫讲会当摕倒转来。你的状况，我会甲阮妈解释。麻烦你哦，莫阁来搅扰阮的生活。这是我的电话，你若真正遇到什么困难，我会替你想办法。唔免啦，阮爸的个性我想了解啊，你的状况若是无解决，伊是绝对袂放心的。所以我毋是为你好，我是为阮家好，你莫想伤多。多谢你。好啦，你紧转去。要若无等前阮家的人，若是看到你，搁要冤家。想袂到你愿意甲伊斗三工的吼。我是咧甲阮家斗三工，其实伫伊的身上，我嘛看到一部分的代志。虽然不应该安尼讲，也毋过我感觉伊过的生活。比你更加辛苦，所以我才会甲伊斗相共啊。嘴硬心软，
讲话就是你这款人。哎呀，哎呀，哦，小兰等你做哦，跟恁爸好好啊讲话。我知影，我等你等去就好啊，你会当走。哎，无喏，我陪你等去啦，让恁爸知影讲哦，全是我陪你的啦。你要我提供你天成的级别进步，这对你来讲应该不是真困难啊。只要我会当利用这进步，创造这笔生意，我会给你一大笔的 commission。也是讲你根本就做袂到，因为红家的人提供你，敢那提供差那同款啊。你无需要考试我，我袂中你这种激将法，我唔是做袂到。我是认为无需要为着一点仔 commission 就出卖家己人。家己人，你确定你甲查理柯小轩是家己人？等天成搞好差异来花，死到天成就会变成因阿母的。你甲洪有亮家家就是高级的员工。袂用的啦，我也是袂当答应你啊。一旦若是去用发现，是真严重的代志。富贵险中求，你只要小夸当你的小金头啊，就当赚到这么多钱，你够有甚么好顾虑的啊？哎呀，之前迄个为着想要代理权，主动找我合作的蒋明月是走去倒位啊？之前想要代理权是我搞的啦，我会当无够靠小轩后头出，啊，不过你今麦要对付的是红家，就跟我无关系。所以我袂当安尼做。你先卖这样紧的古早啊，好好考虑啊。等你想通啊，了替甲你拍算啊，我随时欢迎你来找我。你卖抱着伤大的期望啦。哎，你是无洗目睭，真侪位。啊，我等拍算要去找你。真大哦。是啊，我是要甲你报告，五档那边我有把握会当为天成集团那边提落来。所以你即摆拍算要利用红家的媳妇来对付红家？这敢袂用诶。其实你要用什么步骤啊？来完成我的任务，我唔管。但是第一点，绝对袂当留有违法的证据。第二，暂时袂当让人知影你在替我做代志。啊，那第三，就是绝对袂当伤害到柯小雪。啊，是安怎袂当伤害到柯小雪？是你甲伊有啥物关系性？即卖我是甲方，你是乙方，啊，我做代志，敢有需要向你报告？当然无需要，我只是想要摸清楚。这你唔免管啦，你只要好好遵守我拄则讲的三点，你只要违反任何一点，安尼我甲你约束到伊，马上取消。这个伊登跟柯小轩到底是什么关系？